有一只法利赛人请耶稣去加布卡室，过后耶稣去加布卡家己到穷下室。初家上司有一只暗如吹的五只人，出名多模样模只的人，其听到耶稣是某的布卡室，其也是带等一只暗黑的石头装等香油。去到福家，其大背后行前去劝耶稣，起起等亲叫，减木接灭湿耶稣的脚。过后，其用脚头那么去出枪，其浸耶稣的脚，过会用脚香油去擦耶稣的脚。接着，法利赛人看到安样的事情，加心关注，基督讲：，迄讲耶稣真是一只传上帝买人。一天几百地，两班几个五只人，黑马人，黑没马爱人，其实真实安有吹人。过后耶稣对西门讲：“西门，爱爱甲你讲未？”西门安：“好、哦，先生讲啊。”有两三人少一三人类，二只人就系家里本人的人，一只少五百元钱。一家上五十年前，人比多，伊两沙无本事牌，加只家里本几个人出黑伊两沙事务，那大家两沙少人类啊，那一家让袂过些家里本几条呐？西门安，爱吃多，袂加只少最多类本几出黑诶？耶稣讲，错，你讲多都对。耶稣咬转去看个五只人，甲对西门讲：“西门，你看你只五只人，爱捏尿布，你莫不爱水洗脚。但系，伊用脚木接灭湿牙脚，个个用脚头那么去出枪来，你莫接爱。但系伊，但爱捏尿布多厉害，伊紧接牙脚，你莫用住长牙头那么。”但是他用香油长叫，所以我讲你的，他按下我，准备加按太的嘴定出血的。但是万人不会按太的嘴定出血的，他就按下我。过后耶稣对着五只人说，你的嘴出血的，他就把他穷下血的，初家心关注，他就说，你这是什么人？做咩几杯又出一年咧吹？但系耶稣对嘅五字人讲：，人先闪叫到你诶，将气平平安安。